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艾三。众所周知，最近的国乒在马龙以及樊振东等等一些核心的带领之下呢，我们是再度打败了各路强敌，分别把日本以及德国队斩落马下，最终呢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拿到了男团的冠军，而且这一次也是男团呢历史上的十连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那么在这一次比赛落下帷幕之后啊，很多球迷自然也非常的期待说呢，像马龙和樊振东这么好的一些核心球员，能够在后续有更多的一些比赛挑战，能够争取获得更好的成绩，为国争夺更多的一些荣誉。但就在最近呢，根据国际乒联官宣的一个最新名单，包括后续亚洲杯的参赛名安排来看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次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些核心球员出战呢，恐怕愿望都落空了。所以接下来呢，和大家具体来分享一下。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让更多关注国乒、关注马龙、樊振东的球迷看到，谢谢大家。那么目前呢，在这一次比赛落下帷幕之后啊，接下来呢还有一系列的一个比赛要征战，比如说在10月19号啊开始的 WTT 澳门冠军赛呢也要开始，另外呢在11月初呢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就是亚洲杯的一个比赛。那么这一次2022年的一个亚洲杯呢，作为整个亚洲最大的一个盛事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国乒征战的一个重大任务。那么这一次啊，我们看到如果说马龙他们能够再一次征战呢，想必能够给球迷贡献出更加多精彩的表现。是非常可惜的是，就在最近根据国际乒联官网当中公布的2022年乒乓球亚洲杯的参赛名单呢，我们没有看到我们非常期待的这两个球员的一个名单，没有看到马龙和樊振东，取而代之的我们男队的参赛选手呢是梁靖昆和王楚钦，而女队的参赛名单呢则是陈幸彤和王艺迪。所以大家其实通过这份名单就可以发现呢，我们中国队整体的一个思路啊，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年轻球员呢去进行一个表现，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些锻炼机会。否则这一次我们就可以发现为什么不安排陈梦和孙颖莎呢，就是因为陈幸彤和王艺迪呢同样是我们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一个选手，那么他们呢更加缺乏一些国际的历练，所以这一次的重要机会呢就交给了他们两个人。所以这一次对于刘国梁也好，对于整个国乒教练组也好呢，也确确实实是不得不忍痛割爱的。在现在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除了说要考虑为国争光争夺更多金牌的同时呢，也必须要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呢做好一个练兵以及备战的准备，做好铺垫。只有这样一来呢，我们打好长久之战，将来在奥运会呢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才能够有更多后备的一些优秀人才呢可以选。所以总的来说，随着这一次宣布名单之后啊，我们球迷呢也应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形势。如此一来呢，也就注定后续在这一次的亚洲杯当中呢，马龙和樊振东是没有办法呢再一次去面对张本智和了。本身大家很清楚啊，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没有办法对战张本智和呢，应该是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的。因为在这一次的一个世乒赛当中呢，大家可以了解到樊振东是非常意外爆冷输给了张本智和，所以很多球迷还期待着他能够再度呢完成复仇，打败张本智和。尤其这一次亚洲杯呢，张本智和包括伊藤美诚已经确定参加比赛，但是我们这两个双核呢却没有办法来到这一次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也注定无缘了和他们交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藤美诚恐怕也没有办法呢和孙颖莎这个老对手交手了。总的来说都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对于我们各位球迷而言呢，还是期待一下在今年比赛结束之后，明年的一些世界杯的相关大赛吧，到时候呢想必他们呢还能够迎来再一次对战的机会。当然最终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马龙在后续啊能够有更多安排比赛的机会。像他这样的一个老将呢，说实在比赛的一个机会呢已经越来越少，包括他在这一次夺得冠军之后的赛后采访当中，他也明确表示非常珍惜每一场球，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天，也看得出来他知道自己呢确确实实在这个年纪的话，以后能够留在国家队的一个时间不会特别多，所以每一场比赛每一场球呢对他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期待后续国乒教练组呢能够给马龙安排更多的一些表现机会，让他呢好好享受比赛。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